改善交通。刚下车的游客等车辆，请往后方的左手边下车。到前方五十米处车站坐车，这里不下一会返程就不要再自己走路过来了。加油看108，晚上已经到了，报。送出了十多次人了。票是可以直接送到天涯海角68的哦，对，它还有。在清泉会馆酒店下车的朋友，举手。主播站，四环方向。The interview. 25到下车还要走1公里，还要走1公里。对，你们68都是不用走的，直接可以送到天涯海角的。全程要走多长时间？走路来回5公里。5公里啊！别管他们，别管他们，还有10公里等他们走呢。来回5公里，阿叔不是10公里。哦，来回5公里。哎，你不要吓人家。Yeah.
开下门。这边展览室是吧？对。哎，不参观的话就把票拿出来给我剪了啊。啊，你好，车票给我剪一下，车票。先生。Your ticket.农牧联台展现。